处于当中。目前您正在收看的是 WCG 2008三星电子杯世界电子第一大赛中国区锦标赛上海分赛区星际争霸部分的比赛。现在第二个比赛日，在今天我们将会决出星际的冠亚季军，在四个出线选手的名单当中进行。那现在这一场是败者组的比赛，拉皮皮对阵 EVA 帝都盖亚。来看出生点位，左下角七点钟位置，棕色的虫族是 EVA， 右上角一点钟位置，绿色的神族 LoveTT。对，这样一个距离的话，应该说对 LoveTT 来说，比这个刚才这个开局要稍距空间距离要稍微好一点。毕竟这个不是最近的一个空间距离，而是一个空间和陆地都是一个最远的一个距离。那么应该说 LoveTT 比上一盘的运气要稍微的好一点的。而 LoveTT 的开局我相信还是要以一个双基地开局为主，而 EVA 这一盘我就不知道他会不会选择一个 O9 提速的一个开局。那我觉得 O9 提速的话，其实在盖亚这幅地图上来说威力还是可以的，毕竟这里有两条路口可以进入神族的基地。好， LoveTT 是选择了一个双基地开局，第一个房子造在了这外面，还是应该是这里要放一个 BF， 这样的话可以防止这里上面的小狗这样溜狗下来去对它进行一个打击。也就是说两个口它封一侧留一侧，这样子的话自己防守和进攻都比较方便一点。它留的这一侧它其实是要封一个基地的，封一个基地其实还是路口很小，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其实说这个基地可能有危险，对，封不死这样的话。但是如果在前面再放一个 B 级的话，后面再放一个 BC 的话就很完美了，但是有时候没有这个必要。 BF 放在这里，蝙蝠放在这里，应该是 B 级是放在这里，然后基地放在这里。如果有需要的话，后方其实是可以补 BC 的。对，这肯定要补的，这里补一个，这里补一个，两个 BCR。EVA 还是很执拗的，这个 O9 提速。O9 提速啊，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这个出生点位其实是给了 LoveTT 一个喘息的机会，比刚才一盘要 nice 一点。对，毕竟这个神族如果就虫族占到一半之后，神族如果选择不攻他也占一半，然后死守的话，曾经在韩国 WCG 2006的预选赛，就韩国预选赛区2006年的时候， Rich 和这个 GG Play 是打出了一场新天地及鬼神的一场 PVZ 大战，在盖亚上打了接近一个半小时。那么 Rich 也是给我们展示了这种所有的兵种，就是神族所有的兵种，红球白球什么闪电航母就仲裁者这些所有的兵种都用到了，那么最后是活生生的将这个所有一半矿的 GG Play 耗死。那么现在不知道这一盘会被 LoveTT 和 EVA 会展打出这样一盘惊天地泣鬼神的比赛。好，刚才我们说过四强已经产生了胜者组的决赛，张春雷啊就疯子2-1 The Glint， 也就是说疯子目前进入到了胜者组冠军。那在分赛区的比赛当中他不是冠军就是亚军了，因为他等待的是最后打上来那个人跟他进行争夺战了，到目前为止双败，他还一场都没败。对，疯子确实，他是今年啊，我在后面看了一下他比赛的发挥，就感觉他的手比以前慢，像他的心态一样，对，可以更加的坦然和自然，更加自如的去应对。手慢了很多，但是在操作的节奏上，这些确实要比当年要来的稳了很多。那么这也是疯子一个成长的一个表现吧。好 ，LoveTT 在这里是选择了三个地堡，然后 EVA 是选择一个很稳啊，三个地堡。对 ，EVA 是选择了这个提速。就哦，没有提速，就是八条小狗，就八条小狗先吃掉你这些农民之后，开出自己的第三边锋矿，要给你打一个中期的一个封锁扩张，然后中期比暴兵的一个开局。好，狗速提好，这里 LoveTT 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侦查到这个疯子就这个 EVA 的一些开局了。EVA 很早的就已经是，对，现在小狗三矿。小狗四散，你看小狗散得很开，小狗散得开的目的就是要侦查你外面有没有藏一个农民，这样的话侦查他的开局。那么这些职业的细节都是做得非常的漂亮。那么 EVA 应该说在最近一两年是国内最强的一个 ZVP 之一，他的 ZVP 相信所有人都是在其他的比赛当中看过的，曾经有过战胜挪贤战胜 PJ 的一些经历吧。好， EVA 这里想一个假的试探性的冲了一下，看到有三个地堡，还是觉得放弃。对，这里八条小狗去冲这三个地堡是有点得不偿失。这里三，因为这么早的三矿啊，经济应该好得不得了。但是他守得住吗？你觉得第三片矿？
现在守得住啊，现在无所谓。现在因为LoveTT他其实在家里做了过多的防守，没有足够的兵力啊。对，而且一个房子是侦查到LoveTT是什么样的开局，那么应该说这里EVA可以再补充第四个基地，哦，他是先造的这个先升的基地，然后再准备就速科技吧，跟大师上一盘的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就要一定要先把科技爬起来再说。而 LoveTT 这里显然是被这几条提速狗吓了一下，就有点害怕，所以说他又补了一个宝。LoveTT 真的太稳了。对，不知道 LoveTT 这三个叉子会不会出门，因为他上两盘表现出来他的 PVZ 的风格就是他这个叉子一定要先出一下门，不出去不爽啊。但是他看到 EVA 这里是有提速狗，我估计他还是不会降吧，还是不会去降了。对，而且这里 EVA 做的比大师好很多的地方就是说他第一时间就清掉了这个 LoveTT 的侦查的农民，那么也是让 LoveTT 没有任何的机会去侦查 EVA。 这样的话 LoveTT 果然还是出来了，闲不住啊，性格，这就是性格，性格决定打法，性格决定命运。反而提速狗再往回跑，对，八条小狗是打不过三个叉子的，那么应该说 EVA 哎，我跑一跑，好，死掉一条小狗，死掉一条，找机会吗？这里 EVA 敢，六条小狗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就退一步走一下，退一步走一下，又是一条，哎呀，就一条一条变成五条了。对 ，LoveTT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的 PVZ 很稳，很这个中性，就是他的第二个气矿开得非常的早，而他前期通过这个少量的叉子操作就可以给你进行一波小的压制，而 EVA 这里是显然是有一点大意了，没想到 LoveTT 这三个叉子敢这样压他一下，居然就进来了。对，好，不过好在操作非常的漂亮，所以说没有损失任何一个农民。这里也是 LoveTT 会，哎呦 ，LoveTT 这个操作，这三个叉子，哎呦，太漂亮了。这三个叉子虽然死了掉了，但是也是换掉了 EVA 好多好多的狗，发挥了它的作用。对，这里 LoveTT 现在是两矿两气三 B 级，很中性啊。他看了一下你开局之后，算了一下时间，可能飞龙还不够，还没有到。BY 造好了，但 BY 现在还没有动静啊，他是要出龙骑吗？这里应该是还是先造一些闪电防守一下吧。嗯，目前他反正射程还没有提。对，以 EVA 现在的 ZVP 的风格的话，应该说还是以一个怎么说，在韩国称为呼卡流的一个战术吧，就是呼卡流。对，就是一个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韩国职业选手的 ID 吧，他们最近很多人都在研究他的一个 ZVP 的一个 replay， 就是他中期的运营是打得非常的漂亮，前期通过一些计算时间，这个第一次出门的时间就是你这个叉子到我门口的时间，你看，因为这个 LoveTT 的叉子过来，走到门口这个地次差不多刚刚好。现在的补充，你看地次好了，地次好了，这就是他们对职业选手对时间精细的把控啊。但是这里 LoveTT 要通过自己的操作想去强行占一点便宜，但是还是没有任何的机会。EVA 在这里就是通过地次防守住你第一波进攻之后，把所有的经济转化为兵力，不是转化为这个基地，转化为什么基地啊？哦，就有了基地你后面才有钱来造兵啊。现在就疯狂的补一轮农民，现在 EV 要做的就是疯狂补一轮农民，然后双 BV 升级攻防。但 EV 这里打得太稳太稳的，这一个地方他是有点怕 LoveTT 强冲，就是通过叉子强冲进来占他便宜，所以家里面也补充了一个地堡，现在要放下一个 VS。现在感觉是 EVA 的重组让 LoveTT 有点怂了，不像刚才在面对大师的时候那么的凶悍。让就是这职业选手让你没有任何的机会占便宜的机会，他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卡得非常的死。嗯，你的叉子到我门口的时候，我第一次刚刚好。现在 EVA 想开地，这里怎么说 ？LoveTT 想开第三边分矿 ，EVA 现在要做的是狗加第四冲你第三边分矿，利用你这个出来就是 VO 出来的时间这个时间差，让你的三矿拖延你三矿开局。你看，现在就是一个套路吧，应该说就是爆狗加第四冲你第三片分矿，这也是一个神族选手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局面。那么在冲你的时候，疯狂的补充一轮农民，然后再VS 小狗第四这样防守住你的一波冲锋。好，现在是你用地堡是起不来，现在三片分矿，第三片分矿是起不来啊，这里一定要强咬。神族这样就很难打了，已经。对 ，EVA 这个强咬是非常的到位的，那么应该说强行逼迫你退掉第三边分矿，那么这些部队也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且他还是通过一些这样子一些操作来占了一点小小的便宜。
好，已经完成使命了。这里虽然 说你清掉了，但是这个三矿的时机被严重的延误。对，因为现在还要补充一个基地，然后把这个地刺这样慢慢的埋出来，通过地刺加小狗，通过这样地刺加小狗加自杀防守住，然后扩张第四片分矿，第四片、第五片分矿一旦起来的话，那么它高攻防的小狗也是非常的威力的。那么因为现在其实是一个变相的拖把流吧，就是小狗不断的通过自己的机动性来延缓你第三片分矿的开启。那对于神族来说，第三片矿开不起来，跟神族这么多矿去打还是有难度。对，这里虫族 EVA 的思路就是把虫族中期这个气体节约下来，然后到后面来憋牛，把中期的气体全部拿来升攻防，然后通过第四自杀这样的一个控制吧。这个其实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它对中期你的操作要求非常的高，那么一般的业余的选手可能对这个打法掌控的不是太好，而是选择中期第四加口水的一个打法。而这些职业选手通过对小狗的控制的话，那么应该说对这套打法的威力也是体验的非常的好吧。这里一对小狗再一次一个拖把，让 LoveTD 的分矿又要掉，分矿要好了，应该说 LoveTD 要退掉这片分矿了。哎呀，已经好了，没机会了，看来就活生生退不掉的话，这第三片分矿再被拖延，兵坐不下来，一定会强咬，强行咬掉。对对对对对对对，小狗不管了，就是强行咬掉。哎呦，这个差一点啊，这个再次被拖延一次的话，好，因为现在要做的就是这样延伸出来外延，这样埋出来外延，你要冲我是不可能有任何机会的。好 ，LoveTD 也是选择了疯狂的扩张 ，LoveTD 也是对这个局势把控的非常的好，他知道 EVA 我去冲你肯定是我亏，现在我要做的其实就是扩张。而 EVA 这里也是小狗不断的游走，不要 LoveTD 进行一个就延缓你扩张嘛，只要延缓到扩张，我的经济起来之后，我高攻防小狗加上牛狗蝎子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话，你就非常的难打。好，现在 EVA 要扩张出自己的第四片分矿，不过我觉得 EVA 这里兵稍微补的多了一点，因为他没有料到 LoveTD 竟然选择了不攻，而是选择了直接扩张出两片分矿的一个开局。那么应该说这里 EVA 送掉了这一些小狗之后，他也是很清楚的判断 LoveTD 我这里布防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因为 LoveTD 不会选择进攻。那 EVA 要做的应该是疯狂的扩张出自己的第四片分矿和第五片分矿，他如果一旦扩张不出来，一旦让 LoveTD 的四矿五矿成型之后的话， EVA 就将非常的难打。EVA 现在很凶啊。对，现在 EVA 的这个狗的肾上腺已经提升完毕了，那么攻击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其实现在 LoveTD 他的主力部队对付目前 EVA 的扑过来这些部队还是绰绰有余的。对，因为 EVA 现在的小狗把球打狗是吗？对，因为现在的小狗仅仅是只有一防，而 LoveTD 现在的所有部队是两攻。对，那么 EVA 其实现在在攻防上也是具有差距的，他现在的攻防要追起来还要等待一段的时间。那么 LoveTD 这一波强攻的话，面对 EVA 这个蝎子加第四的开局，应该说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好， LoveTD 选择一波强攻，而攻过来的时候 EVA 的几口黄雾应该说就会让 LoveTD 放弃这一次进攻的想法。那其实 EVA 门口是埋了很多地刺的，加上地面上的小狗这些地面部队的话，对，这里 LoveTD 是很难受，攻不进去啊。这里 LoveTD 想抢走吗？两边都是一口黄雾，都是没有意义的。好， LoveTD 看了一下绝望，不过整个局势还是非常的平稳，因为 LoveTD 现在四矿扩张的非常的快，让这个 EVA 感觉有点节奏上来说有点追不上了，就 EVA 的第四矿、第五矿扩张的要稍微的慢了很多很多。那经济上 LoveTD 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对，不过 LoveTD 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要去送掉这一波主力部队，而是要选择这样把所有的分矿先开起来，开起来之后打最后的大后期。大后期的话，神族只要科技品种出来之后，还是占一定优势的。那么我觉得这个韩国预选赛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盘一个半小时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后期，那么刚才我赛前也是期望这种中国的预选赛上出现这样一个大后期，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这个期望有点害自己的感觉。如果让我解说一个半小时这样的一个 PVZ 战斗的话，我相信我自己也会晕倒是吗？对对对对对，这种哎，这边手速有点不够用了，EVA的农民已经没有去控制了。对， LoveTD 也是
五矿啊 LFDD 扩张太凶猛太凶猛了，我觉得因为这里有一点吃不住 LFDD 这样快的扩张，那因为应该马上要升级空投了，他在正面和你冲锋的时候背面一定要选择一次空投，这样打击你一个出名点，而 LFDD 你看现在都已经在做好准备了，我感觉这一盘 LFDD 的状态很好很好啊，就他每一个判断都比 EV 要来得快很多。好 LFDD 这里选择了一个侦查，叮当侦查 EV 的细节做得非常好，撞掉，对，飞出了一个小的自杀机来撞掉你的这一次侦查的部队。那么 EV 这里也是选择一个小小的侦查看一下，哎呦 EV 看到这个五矿扩张的时候，哎呦这个情况呀，现在 EV 其实心里面有点怕的，好多兵啊，就是感觉神族的扩张的速度太快太快了。那么 EV 现在要做的应该是中期，就中后期吧，憋一波部队，就是牛狗地刺蝎子这一波部队出来的话，冲出去打正面，对，这一波部队他一定要把神族的所有主力部队换掉之后就好打了，如果换不掉的话应该说他就非常的难打，而且他必须换主力部队，并不能选择换家的话也太难了，他那么多矿，他其实就是逼你换主力部队吧，他就冲你这一片分矿，他冲的时候你必定你主力部队要跟他进行一波接触，可是换主力部队的话对于 EVA 他重新对于他 LFTD 重新发展起来也要比 EVA 来得更容易啊，对，不过还好吧，现在两个人都是五矿，但神族的五矿跟虫族五矿不同啊，对，就不能比吧，这里 LFTD 现在经济很好，应该说已经快200人口了，而 LFTD 思路很清楚，不攻两边选择金甲防守， LFTD 要出金甲了，就是先把五矿开起来再说，那么这一波 EVA 一定要逼迫 LFTD 和他换一波正面，蝎子出应该是红血吧，蝎子想找机会喷红血，这样的话会大大降低神族部队的战斗力会下降，对，因为攻防终于追了起来，四防一攻的牛，两防一攻的小狗，而 LFTD 虽然说这里是三攻一防，但是现在的攻防上其实并不占得太多的优势，这里两个人都选择了不攻啊，两个人准备把这个作战真的拖到大后期，金甲死守，而这边 EVA 准备用蝎子进行一个消耗，看看谁能出现一点什么奇招，首先打破这个平衡。其实 LFTD 现在要做的就是一直在等待 EVA 的空投，或者说 EVA 的一些冲击吧，然后来送一波兵，这样可以打破平衡，他就可以有正面部队的优势。对 ，LFTD 应该马上要开这片分矿了，开这片分矿逼你 EVA 来冲我 ，EVA 也开这片分矿了。就说算了吧，我也不冲你，我冲你肯定是我亏，就两个人打到全地图矿采干弹尽粮绝天荒地老的地步的时候，这个好，终于两个人憋出了一波200人口啊，两个人都是200人口，现在憋出了一波正面部队，哎呦这一口红血，哦还好喷到三个白球，对，还好是白球啊，喷到白球没什么意义的，现在 EVA 要跟你冲一波正面了，这一波部队好多啊，好的，源源不断的虫海冲了过来，现在看一下 LFTD 如何利用自己的闪电来化解这一波进攻，第一把电电得非常的不错，哎，黄雾在黄雾当中的话神族部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的，那么 LFTD 这一波不正面部队应该要被全歼，看一下下面有几个金甲，一个金甲两个金甲，金甲还是有点不够，哎呦，这一波这样被吃掉的话，这样吃掉，我觉得有点伤，很伤很伤。基本上没有还手就被吃掉了。这边矿已经干了。那么这样被吃掉一波部队的话，应该说 LFTD 就非常的困难了。毕竟这样金甲也没成型，地堡也没成型的时候，这一矿是守不住了。单靠五个地堡，一个金甲是很难守住。对，毕竟这里还有蝎子啊，蝎子其实是破地堡最好的部队。一把电都没有电出来，两个电兵就被歼灭了。对，一个金甲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一个金甲，你看两下五个地堡，一个金甲碰上牛，他就刷刷刷。对，虽然说 LFTD 在这里还是最后还是没有按捺住自己性格吧，还是冲动了一下，跟 EVA 冲了一波正面。嗯，其实当时他如果是扩张起来，然后把地堡全部修满，然后修金甲的话，其实 EVA 还真的不好冲。最后的牛狗一波。对，这一波部队送掉之后的话，应该说 LFTD 在整个局面上就全面劣势了。因为毕竟他现在只有，对，虽然说有四片气矿，但是在经济上来说 EVA 已经占得很大很大的优势， EVA 又扩张出两片分矿，
啊，你现在看一下嘛，地图几乎已经被我们的两位选手点亮了。对，因为这现在是所有的部队就憋了一波部队啊。牛狗带了拉克又要下来了，哦、这个场面真的是重海啊，这边分矿是没有办法了。牛海、虫海、拉克海全部都是海，三个兵种的数量都很多。而且拉夫蒂的金甲确实慢了一点啊，虽然金甲威力也是非常巨大。你看金甲在里面就根本是难以有所作为。目前出现了 CS 最新的赛况，四强队伍上半区 NR 一起拼下半区 LKJ Ready 7，四支队伍。对 ，LoveTD 这里想进行一波反扑，结果没想到这个高攻防的牛狗确实性价比太高太高，他这一波反扑还没有出门就被全部吃掉了吗？应该说一个牛和两个闪电兵。对 ，LoveTD 刚想选择猥琐，就已经被因为冲破了所有的防线。看，其实看来 LoveTD 确实还是不是一个擅长猥琐的虫子，而是一个。哎呀，这么多狗追着一个引刀，你们忍心的了？肯定忍心的呀，又不是同族的。好可怜的引刀啊！哎呦，这里虫族的部队真的是太猛太猛了呀，就直接一波 A 了下来了。啊，我觉得 LoveTD 现在已经看不到他要控制的兵了。全部被黄雾一遮，他什么都找不到。LoveTD 想反扑，结果没想到别人的主力部队竟然在自己的家里。那么 LoveTD 这一波反扑也是没有任何的机会。乱战，完全是乱战。对，高攻防的牛狗的话，应该让 LoveTD 一堆牛追了四个白球，天哪！一堆牛和四个白球的故事，这白球猛是猛啊，但是一堆牛的情况下，白球还是没有任何。你猛有用吗？一堆牛啊！有人海战术还是最重要的，对吧？好的，LoveTD 打出GG，那么因为获得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